是玛丽的挂台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玛丽，伊是女二便便。今仔日是欢喜的抽奖的时间，我已经做了今仔日的贺运大车链。大车链，今仔给大家看我 DIY 的过程，快转一下好了。车链有内底圈圈加外靠圈圈，等一下就来洗。好，但是一摆有两个人就要用铜板决定，用我国家的钱。好，这个二十，这个是哪里？外圈。外圈啊，这个很多花，这个。花面内圈。内圈好。现在就来洗第一个人。来了，紧张哦。紧张个屁！来了，吴小薇恭喜2143。这是什么？小包第一个人，你不要这样正道啦，你看你镜头都歪了。谁？谁？威仗4123，是四号。一个人也已经 TUK 了。拜拜。TUK 是什么？抽走，抽走啊！哎呦，有机会两个人哦。哎，还是一个人呢。张凯宁3214。眼罩，拜拜。现在是第四个人，紧张哦。好，我已经穿内圈的人。张雅琪4321。拜拜。这两个咯。好了，再来1234，就是内圈，一直穿内圈的人。无关外形啊。无关外形是什么？晴橘子4231，四二都没了。三眼罩，噔噔，这要结狼喽。好，外圈来了，外圈蔡佑，只剩一个了啦。佑蔡，没有办法了。4123，只剩。那也至少是你的第二志愿。哎，这是大奖啊！根据我上次的经验，很多人都不来领奖的，完全消失哎，就后补。你要，一定会转多了。第一个被取，吴君达。文轩，别塞。谢有明，二号，他只要二号哎。对，这有点危险哎。对啊，所以抽六个人好了。Frank Chris， 别搞哎。两个人哎。可以开始用硬币啦，我直接抛巧，因为你的那个镜头在那边，我直接抛在那边。好，来。来喽。花那一圈，詹彩玲，还有又出现麻烦，两个人来抛硬币，又是花那圈，花那圈哎，帅赖追，我念错啊，抽到的六个人，吴小薇、威仗、张凯明、张雅琪、晴橘子、U 菜，下来我的脸书专页私讯给我你的地址，那是你超过一个礼拜。我私讯话，我就上好候补咯。我点解就是有一半拢上好候补诶。OK， 候补就是吴君达、张文轩、谢有明、Frank Chris、詹彩玲，还有帅赖追，但我的通缉。干嘛？嘿，叫赖哈。今日韩国诶，等路诶，抽奖就到这咯。啊，介我出国就继续买礼物给大家抽奖。
所以咧关注我的出国的 vlog 哦。嗯，阿燕，拜拜。阿燕。燕燕。你现在在上面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看，你是啥？你是鱼人宝宝哦，暴雪，我靠，是爬不着的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真憋。